有哈，回来乖乖睡觉，还是有去走夜市，有走夜市啊，也有拍照哈，啊，都没有乖乖回来睡觉的，没有乖乖睡觉的哈。来，好，今天到大陆的第三天了哈，第三天，然后我们出门的时候就蛮奇怪的，第六天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想了，拜托大家哈，啊，检查一下所有的携带的带在身上的贵重的物品，来赶快检查一下，好，赶快检查一下哈。我知道那台湾的同胞哈，啊，很会养生哈。其实每天早上，如果我们没有时间去做啊这个锻炼身体的啊这些练习，拿来拿去哈，那个钱包哦，这些大家要检查哈，钱包要检查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带出来。护照是你自己拿着的啊，坐船的哈。今天来讲相对行程，啊会比较轻松。昨天最辛苦，昨天第一天最辛苦，啊第二天最辛苦，啊走最多的地方哈。那今天早上哈，这边大概到码头的时间哈，啊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这样子，如果不塞车的话，啊不塞车的话哈。希望大家配合我们做好航行中的安全与卫生工作，我祝愿大家在旅途当中旅途愉快，身体健康，谢谢大家。好，感谢我们船长的讲话，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掌声。俗话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水上游览更为重要。为了确保大家的人身安全，我们的船长以及驾驶员会将我们的游船将从今天登船的磨盘山码头出发，游览到阳朔的龙头山码头，全程有60多公里水程，游览约需4个多小时。由于游览时间较长，希望大家能够配合我们船上的工作人员做好船上的保洁工作。由于我们游览时间较长，我们在一楼的左后方为大家设置了栏杆上拍照，也不要在我们甲板上随意奔跑。上下我们甲板楼梯时，请大家注意安全，有秩序的上下楼梯。然后呢，请记住一点啊，哎，那么啊，二楼嘉宾也不要紧啊，有位工作人员拿了画板和我同步讲解的啊，都可以看一下，注意看好了。第一片，崖壁的最顶端啊，请看最顶端。我手画圈的地方啊，白色石壁看得出吗？它的码头呢啊，是朝阳朔方向啊，马尾巴呢就朝桂林，马脖子、马身、马前脚、马后脚，弯弯曲曲的。你的相机还有以及贵重物品上到我们的甲板上。如果还想要找我们摄影师拍照的呢，也可以上到我们现在2楼和3楼的甲板，找我们摄影师领取编号进行拍照。想要自行拍照的游客，现在你就可以上我们行船的右边。
在我们行船右边，大家可以看到出现了两块巨大的石壁，这个石壁将我们的江水一分为二，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横断蓝天、连绵数里的雄奇江峡，此地名为黄牛峡。在这里，擎天摇鹰盘旋于悬崖之上，雨水江涛轻拍着云崖绿洲。我们山顶上的山峰呢，如万马奔腾，崖壁似斧劈刀削。我国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就在他的名著《徐霞客游记》当中。找到龙头吗？在我们崖壁正中央有一组黑色的最大的侏儒石柱，那那个呢，俨然就是一个独龙独凤的龙头了。这个景呢，我们就取名为春风戏水。来，大哥，让我一下，好，看我这里。小石好似一个人站在那里，这两组石块呢，就组成了我们漓江上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叫做望夫石。传说呢，这位父亲生活在这里，过着古朴幸福的田园生活。可是战争打破了他们生活的宁静，丈夫被救去当了兵。这小石子被拿下来吧，所以刚好放在这个下面。对。近代名人、抗日名将李宗仁先生在抗战期间所手书的。细心的游客会发现，刚刚我在介绍这个岩洞是称之为冠岩。为什么李宗仁先生会提名为冠岩呢？原来李宗仁先生游览漓江时，向他做介绍的是阳朔人，在阳朔好符合当时还我河山、大地崇光之意。因此冠岩二字就被永远地镌刻在了我们冠岩洞口的右上方，这个景呢，我们就称之为冠岩幽洞。游船会继续向前行驶，大概20多分钟左右的时间，就会正式进入到我们漓江上的第二段风景区，也是我们漓江上最美最精华的景区。漓江上所有的景点将在第二段景区当中为大家全部呈现出来。过了第二段景区，接下来我们游船进入第三段景区是没有任何景点的。这个第三段景区呢，是我们的田园风光，是大家的自由欣赏拍照时间。
所以呢，现在还在甲板上拍照的游客，如果您拍完照听到广播之后，就可以暂时先回到您的座位上。杨迪与杨迪的发音是相同的，因而我们山脚下的这一个村庄就叫做杨迪村了。我们漓江上一共有五大美景，它们分别就是杨迪风光、浪石仙境、九马画山。在陈毅元帅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名言，愿做桂林人不愿做神仙。从那以后，各路神仙纷纷争先恐后的来到我们的漓江上进行游览。那便是我们的美猴王孙悟空，最后两座山峰连成一气，看上去就像是顶着大肚子横躺在我们山顶上的懒鬼猪八戒。这个景呢，我们就称之为西游漫记。在我们行船右前方远处的山顶，呈斜向上上去的这个山峰，从右到左出现了三组山峰。第一组山峰是两座独立的小山峰，分为一前一后，一模一样，看上去就像是两根直插云霄的擎天柱，因此得名冲天峰。在我们冲天峰的旁边，紧挨着是一座两峰高度相同、相连在一起的山峰，形状呢就像是我们鱼的尾巴，取名鱼尾峰。最后一座山峰呢是高低相连的两座山峰。不过呢，刚才今天船头比较漂亮，船尾很漂亮，就船尾吧。我们的甲板上做好拍照的准备啦。想要拍摄九马画山或者是属马的游客朋友们，现在你就可以上到我们的甲板上进行观光拍照了。小郑，这个了，这个照一下这个观音啊。观音，哎，这个。好，点一个观音。学长，最上面。好，看到了，看到了。上面，上面有，就在上面。上面有一匹马。上面有一匹马嘛，在上面那个。好，原来等一下人民币，我在这里拍照。一、二。高山就是我们驰名中外的九马画山了。古人曰，自古山如画，而今画似山，马图成九首，其物在人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崖壁上白色、黑色的鲤鱼画壁以及秀山彩绘等这些天然岩画，这
这是我们漓江上石林中外的九马化山。哎呀，下次知道了，下次不可以忘返的地方。那就要属我们黄浦滩附近了，因为我们黄浦滩附近江面开阔，水面波平四境，每当竹排渔舟破镜入画，就形成了分明看见青山顶、船在青山顶上行的诗情画意。中国在国外举办的旅游博览会上，就以长城巨照代表中国的人文景观。上传自己所坐的位置，同时提醒一下游客朋友们，大家在用餐的时候呢，注意只拿自己的餐盒，不要错拿或多拿别人的餐盒。听到广播的游客朋友们，请您尽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1700多年的历史，是广西四大古镇之一。三国时期，东吴孙皓在此设西平山。江边立石，这座山呢就是田螺山了。传说呢，田螺山是由一位美丽动人的姑娘变成的，人们都叫她田螺姑娘。田螺姑娘生活在我们的天上。大家坐船看到的两岸的景色呢，不再是之前大家所看到的高山或者是象形山，两岸都是我们的土山土岭，比较低矮的山峰，所以呢这一段风景呢就是大家
无啥会认同。你也无啥会认同，你也无啥会认同。安尼好，阿达。安尼阿达。啊，好啦好啦。在分钱呐、啊、哦，这样子哈、哦，做导游这么久，最讨厌这个地方，最不喜欢这里。可是这个地方在世界上很出名，还有很讨厌张艺谋，好希望他的印象刘三姐倒闭，他就倒不了。现在还没有开始，晚点回来你放脚的地方都没有。白天买东西比晚上便宜。这个地方的消费高过桂林市区，你看我们吃的菜同样的价钱，这个地方差多远啊、哦、这个表演要怎样看？你不是要去看演员的那个脸，你是看到这些人山和水还有牛动物村庄，然后构成了这样一个和谐的画面。砍柴的姑娘呢，以前人是很怕恶霸地主的，你们听得懂地主吗？不知知道吗？应该知道地主了哈，没有人跟他反抗的，这个死丫头一出来就跟他对歌，就骂他，哦，后来骂这个女的。
Working with your friends.